是贾宝，好，我今天要提的这个案子是运输共享。简单的说，它其实就是共乘。那最主要想要做这个的原因，其实最重要就是环保。那目前就是打算开发一个可以让大家很方便去搭顺风车的 app。 那因为目前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那可能需要各方面的工程师、设计师，还有其他各方面的人，看有什么可以帮忙。因为其实共乘这个这方面的服务其实在线上有不少，但是顺风车其实目前看到就只有 Uber， 另外一个是滴滴。那他们这两个主要的司机都是职业的，所以其实这个对于降低空车率没有太大的帮助，所以我就想要开发这样一个 app。 以上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